清风吹醒了沉睡的故事，清风吹醒了沉睡的故事。老爷让我管着你读书的，你怎么可以往外跑呢？我要被骂死的。你呀，不会被骂死的，我却快要被闷死了。哎呦，我一定要出去透透气啊！魏博，我已经有十年没有去看过庙会了。啊，我一定要去。公子，你可不能上街去，你不能，哎呦，你不能上街去啊！对不起，哎，来买啊，买了买了，坐下。
恕我蔡伯杰冒昧，敢问这位小姐尊姓大名，可是本地人士啊？小女姓赵，名五娘，是外乡人。哦，既然是外乡人，小姐为何独自一人在此风雨亭中弹奏琵琶啊？因家中父母双亡，路经此地去大河下游投靠亲疏，不想风雨阻隔，方才闲坐无聊弹琴解闷，以为无人听见，弹得随心所欲，想必是那一期乱弹惊扰了公子。哦，不不不不不，小姐言重了，如此美妙仙韵，何来惊扰之说呀？不怕小姐耻笑，伯杰耳闻小姐琴声，一双脚便不是自己的，就循着琴声，我现在都不相信我是否在梦中。是梦里还是梦外，公子怎会浑然不知？小女只是粗通韵律，哪有公子说的那么好？望公子不要耻笑小女的琴技才是。小姐的琴音如行云流水，鸟翔虚空，让人心旷神怡。恕伯杰无礼，敢问小姐此去大河下游会在哪家哪村落脚啊？砖桥村，村上有我一远房叔叔。小姐可曾婚配啊？我知道，也许我不该问他。不瞒公子说，爹妈就生我一个女儿，视我若掌上明珠，小女不忍撇下双亲成为别人的嫁娘，所以现在孑然一身，无依无靠，只好出远门投亲靠友。啊，这就好，这就好啊。公子何出此言？这以后你就知道了。小姐如果愿意，我想用小船送小姐一程，不知道。小女多谢公子好意，只是前面路途遥远，小女怎么好意思麻烦公子呢？奴小姐效劳，乃是我伯杰三生有幸啊。天仙的女子是谁呀？乔公子，这是我方才认识的一位小姐。莫非蔡公子已经看上她了？实不相瞒，我伯杰从未见过如此秀美柔顺的女子。大胆，亏你想得出来，雨中邂逅，萍水相逢，一个路边弹琵琶女子，你就想把她娶回家来，这成何体统啊？父亲，这女子乃是小康人家的小姐，真秀女工，样样精啊，琴棋书画也略通一二，一首琵琶弹的可是百鸟啼翠，动人心魄，而且人也长得秀雅静美。我要是千里挑一的好姑娘啊。我要你专心读书，不许功名，等你事业有成再谈婚论嫁也不迟嘛。老爷爷，儿子伯杰如今已二十有七，早已到了婚嫁的年龄。至于读书，他在书楼这二十年
日夜攻读，学识有进，已可做鲲鹏展翅之徒。唉，现如今你我年事已高，身边又没有其他亲人，若让他娶妻成婚，再赴京城应试，不就免了这后顾之忧了吗？你呀、啊，无时无刻都在袒护你的儿子。那姑娘叫什么？姓赵，名五娘。模样怎么样？听你儿子说呀，她的美貌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。无与伦比。那好，明天我差人到下游去提亲。不过我先把话说在头里啊，成家绝不能误业，要不然我定将你们母子俩轰出家门。行啊，到时候啊还不知道谁轰谁呢。娘，我娶你来不是一厢情愿吧？怎会呢，谁也没有逼我来，要真是一厢情愿，我就不进蔡家门了。那我就放心了，一直到现在我都不敢相信这些都是真的。你我一见钟情是因为上辈子有缘，这辈子有情。五娘，我们俩的日子该怎么过呀？我想不外是操持家务，侍奉公婆，读书绘画。哎，你们还要生孩子哦，生好多好多小孩子、啊、生好多好多孩子、哎、小孩子胡闹。哎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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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啊！出去出去啊！走走走走走。去。真想一直这样，有你的琴声伴着我。如果有一天离开你的琴声，我真不敢想象自己会变成什么样了。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莫非真的要我们分开？啊，不，其实我也不想这样，但父亲的脾气实在是固执，他对我从小就给予了厚望啊。不管怎么说，五娘是不会和公子分开的，就如同秤离不开砣。去吧。
乔公子光临寒舍，特为你带来了一个好消息。啊，乔公子请坐。好好好，事情是这个样子的，今年是大比之年，皇上决定临时下诏察举，征辟太学以外的学子入仕。身为太守的家父认为你才学既高，人品又好，已将你的名字申报给了上司，着你立即进京应试。只因家父今日身体欠佳，特派我来向你转告此事，要你赶快收拾行装启程上路。乔公子，非是伯爵不敬，只因伯爵双亲年老，无人侍奉，新娶一个娘子才三个月，实在无法撑持门户，难以维持家计啊，不敢从命啊。哎，孩子此言差矣，难道那些应考的都是没爹没娘才去的吗？是啊是啊，老员外叫你去应试，那也是为了你的锦绣前程啊，你怎么可以违逆亲言呢？乔公子，伯爵不愿进京赶考，实有不得已的苦衷啊。除了为父母妻子着想以外，伯爵不问功名的原因，是为生性耿直，嫉恶如仇啊。怕在官场上得罪皇上，性命不保。如若混迹官场，睁眼闭眼，那为官，那为官又有何意义啊？哎，如何做个好官？同时又能保住官位，这完全取决于蔡公子你的聪明才智。哎，像你现在这样畏首畏尾，一味的退缩，又能有什么建树呢？啊！乔公子言之有理。好了好了，你不要说了，我都清楚了。说一千到一万，你就是恋着被窝里的恩爱，割舍不下，不愿意离开家乡。我问你，你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啊？我去吧去吧去吧。多谢父亲与乔公子的苦口婆心，孩儿究竟不是官场中人，一旦踏进去，凭孩儿的性格恐怕凶多吉少啊。住嘴，你这个没有用的窝囊废，你要是不去就从这滚出去，我不要你这个儿子，你给我滚。哪怕做个归隐之事，也比那种污浊官场清闲自在的多。你难道真的不去京城应试了？你不准备尽孝道吗？哼，不是我不仁不孝，而是父亲太固执了，他把金榜题名看作是寒窗苦读的最终目标，而我却认为只要你学问在手，有真本事，哪怕不在官场也能够做出惊世骇俗的文章来。此话不错，可你想过没有，若天下所有人都像你一样只贪图清闲，不为江山社稷出力，不思黎民百姓疾苦，那你寒窗苦读20年是为了什么？那官场岂不越来越污，百姓不越来越苦吗？哎，如此说来，娘子是要我唯唯诺诺去适应官场吗？我不是让你顺应官场，我是让你顺应你父亲的意愿。知道了。难道你也不希望我留在你的身边？不。既然这样，那我明日就动身。时间不早了，我要睡觉了。不得安宁，千万记住我的话。你的话我已牢记在心。还有，此去无论有什么不测和变故，定要想办法保全自己，活着回来，阖家团圆。
弹得好，弹得好，弹得好啊！哎呀，你这琴声恰似那深谷幽泉，哀怨委婉，真给人有愁肠百结之感呐、啊。你是谁呀、啊？哦，你怎么不认识我了？我就是太守之子，乔公子。你第一次和伯爵见面时，那个时候我就认识你了。那天你嫁到蔡家时掉了红头巾，也是我帮你捡起来给你披上的。我父亲推举伯爵进京，还是我送来的口信儿，这些五娘你都不记得了吗？啊，我想起来了。今儿一早啊，我就赶来为伯爵送行，可是紧赶慢赶，哎，不想还是晚了一步。伯爵刚走，多谢乔公子前来送行。五娘不必客气，不过伯爵能娶到你这么一个美若天仙、善良贤淑的女子，真是他的好福气呀、啊！整个郡城都传遍了。乔公子过奖了，五娘要忙家务，先走一步了。五娘，五娘，时间还早，你别忙着走啊，走走走走走走，走。哎，我这个人呢，有言如梗，不吐不快呀、啊。五娘，像你这般花枝艳发、美丽惊人的女子，怎么能被冷落呢？哎，我也确实理解，伯爵他确实有为难之处。换了我呀，我也不忍心把你抛在家中，一走了之啊。伯爵赴京应考，实属亲命难违。何况又有太守推举，是怎么也要走一趟的。好在时间不长，他很快就会回来。五娘错了，伯爵他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。哎，他这次进京啊，功名乃他囊中之物啊。一旦金榜题名，得了一官半职，他还要为朝廷效力，岂能马上回来呀、啊？不管他何时回来，我都会等着他的。哎，五娘，五娘，五娘，就算你能耐得住寂寞，但是你能留得住青春的容颜吗？韶光似箭催人老，日月如梭攒少年啊！就怕伯爵得了功名，在远方花天酒地，忘了娇妻，而你呢？哎，你却在这儿蹉跎岁月，你值吗？不会的，伯爵不是那样的人。哎，好好好，就算你是以泉甘露，可口清凉，可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呀。这样吧，你若有什么事，以后尽管来找我，我一定鼎力相助。多谢乔公子，我要告辞了。五娘，正好我要去蔡家庄，可以送你一程。不必了。官奉命前来告知蔡员外，北方大旱，皇粮南征，戊戌南粮北调。蔡家虽算不上豪门巨族，但却经营米业，也算得上郡城一副。此次调粮需清仓而出，不得违命。你说什么？要南粮北调，我还责无旁贷，还要清仓而出。这还有王法吗？监军就是皇上在军中设的亲信，他的话就是王法。你敢？给我进去！你们怎么可以随便进来？不能进去！不能进去啊！你们不能这样啊！不能这样啊！不能来呀！
当朝丞相的官邸吗？啊，没错，今天是牛丞相女儿的生日，牛丞相想借此机会设宴三日，宴请当朝富家子弟前往吟诗作画，以便为他女儿选择夫婿啊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啊，他的女儿还怕嫁不出去啊？你还别说，这人呢是各自头上一方天，可不，选了两天了，牛小姐没一个满意的。是吗？叫叫，这个我知道，灶王爷姓张，常言道灶王爷本姓张，一碗清茶三炷香。哦，对对对，灶王奶奶呢叫高兰英，这是按《封神演义》的说法。灶王爷叫张奎，是姓张。可李机长说灶王爷不姓张啊，灶王爷叫祝融，而王经意义上说灶王爷姓苏，叫吉利。诸位，咱们是不是换个话题呀？啊，今天晚上是诗会，怎么无休止的谈论起灶王的姓氏来了？啊，我等要是不聊灶王爷，那还能聊什么呢？我想丞相大人是以赛诗选序为名，开个玩笑，以此证明您在众人眼里的威望。卢塞啊，你是我的得意门生，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？恩师，你打开帘子看看，我想帘后的老母鸡已经变成鸭子了，帘后的小姐恐怕早已经不在了。你该不会是想借此机会偷窥我的女儿吧？那恩师可以自己看看。恩师，告辞了。啊，告辞，告辞。小姐呢？小姐跑了。你们小姐到哪儿去了？啊？小姐跟玲玲一起出去了，听说是您老同意的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！樊先生，这儿住的都是来京赶考的。这儿离书院很近啊！哎，您看这对面就是大明湖啊，空气清新，最适合你们这些读书人了。哦，啊，您请，请啊。请请请请请。这就是茅厕，茅厕就在过道里。这个床底下呢有夜壶。您要是需要什么呀，就招呼一声啊。好好，我先走了。忘带钱了，耳朵怎么没忘带啊？这个人就是耳朵怎么忘了没忘啊？这个人，你的人，哎呀，白听啊！你好大的胆子！嗯，我让你照看好小姐，可你倒好，嗯，带着她招摇过市，还当众卖艺，这成何体统啊？来人呐，把他拉下去加把伺候。父亲，招摇过市本是女儿的主意，与玲玲无关，要打你就打我吧。你父亲，你常年把女儿锁在家中，如同笼中之鸟不得翱翔，
整日只与花草作伴，与诗书为友。女儿，女儿再也不想过这种日子了。好，你不想过了，为父我就成全你。累死我了！哎，五娘，五娘，谁呀？是我，乔公子。五娘，乔公子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听说你们家断米了，我给你们送点米来。谢谢乔公子关照，我们家粮米尚有库存。你骗得了别人，可骗不了我呀！你们家的粮食啊，都让官府给征走了。你们家已经快揭不开锅了。其实啊，前两天我就把米给送来过了，都被你的公公婆婆给挡在了门外。所以啊，我今天特地从后门来。你就让我把这米给你送进去。不行。哎呀，不行。如果让公公婆婆知道我放你进来，肯定会生气的。你就不要告诉他们，悄悄的让我进去。行，你是干净。啊，对不起，让一下啊。又完了。你怎么在后面找来找去啊？你金榜题名，蔡伯杰的大名写在第一个呢。这个时候你还跟我开玩笑？别说第一名啊，就是最后一名，我也心满意足了。哎呀，这个时候我哪能跟你开玩笑嘛？这是，你看，第一名状元蔡伯杰。我说你做吧，你是状元了，真是我，真是我呀！谢谢。我考中了！我是金榜第一名，金榜第一名啊！母亲，孩儿考中了第一名啊！北调其实就是官府找借口搜刮我们的钱财。你再看那个乔公子啊，他三天两头纠缠我们媳妇，我怀疑呀，这个抢粮的事就是这个乔公子指使的。你他呀，他想先把咱们家弄穷，然后再来献殷勤，然后就把咱们媳妇弄到手。哎呀，你不要没凭没据的胡猜乱想啊。我这个乔公子，他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。难道你还没看出来？要不是你让伯爵赴京应试，那别人家的男人怎么会纠缠到蔡家的媳妇？怎么，我让伯爵去应试错了吗？怎么没错呀？啊，你敢儿子伯爵赴京应试，咱们家现在连饭都没得吃了。他就是中了状元又有什么用？我儿子伯爵要在，今天断不会如此艰难。你这个钱老婆子，怎么就这么不讲道理呢？啊！当初我让伯爵去应试，是为了光宗耀祖改化门庭啊！我又不是神仙，我怎么知道会有今天这样的变故呢？如今你一天到晚诅咒我，我还不如去死了的好。好啊，你拿死来吓唬我！你要死，我跟你一块死。婆婆，公公，你们请息怒，你们先坐下。
能听媳妇儿说几句吗？婆婆，公公当时要波接出去，也没有想到今天的祸害。婆婆，您就不要再提旧事了。公公，婆婆也是因为今日生活比较艰辛，而且波姐又不在身边，心中自然有气。自从那场兵祸，公公婆婆的身体都不如以前了，你们该好好休息才是。媳妇儿那边还有一些差船可以拿去典当，换一些米粮回来，还能过些日子。到那个时候，波姐怎么也该回来了。都怪你的婆婆不好，家境不好吧，就怪张三怪李四。你，我才不会怪媳妇呢。幸亏我有这么孝顺的媳妇儿，要不然我这把老骨头早就埋在土里了。慢着。哦，恕下官无礼，下官正想心事，没有看见丞相大人。啊，你就是新科状元蔡伯杰？正是下官。经过吏部考试，你被授予议郎一职，知道这是个什么官吗？啊，议郎一职，下官知道，那是专门掌管顾问应对，还可参与朝政。既然知道官居清要，就应该高兴才是，为何愁容满面呢？下官来京多时，刚才正想着远方的亲人，不知今日生活怎样，眼下又知政务繁忙，归期无定，心中更是挂念。啊，正如丞相刚才所见，下官三个时辰，倒有两个时辰愁眉不展。你刚刚入朝为官，理应多思考朝政，怎么可以把满腹心事都倾注于自己的小家上呢？哦，是。这样怎么能够有所作为，做一番丰功伟绩呢？哦，多谢丞相教诲，下官知道错了，下官一定改。的贼人啊，还不赶紧出来！啊，原来是魏公子啊。我是。为何到我们家来偷窥？我是被小姐琴声吸引来的。难道我的琴声有什么诱人之处吗？小姐的琴声唤起了我的思乡之情。公子既然思乡，为何还滞留京城？啊，因为我是。你是什么？啊，我是御甲状元，朝中议郎。
如此说来，你就是蔡伯阶了。啊，正是正是。谁让你做了？啊。啊。请问，这里可是牛相府？正是。啊，那你就是丞相千金了。正是。啊，在下只想听琴，并无冒犯之意。我知道，你若还想听，以后就从前门大大方方的进来就是了。岂敢岂敢！有勇气攀越高墙，怎么不敢出入正门呢？这……我知道，你是怕我父亲对吗？他不就是个丞相吗？何必怕成这样？我跟他说一声就是了。哎，这万万使不得！惜春，哎，我在后院呢。这是我父亲，你要跟他见见面吗？哦不，不不不不不。千万别跟你父亲提起我啊！我这就告辞了。哎呦，哎呦！哎，五娘，五娘，谁呀？是我，乔公子。你是怎么进来的？五娘，你快开开门，你让我进去啊！我不可能给你开门的，你走吧。